wrong with you? 好歹是个工作人员，你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，还没到包间， What's wrong with you 才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给忘了。不过你这么鬼鬼祟祟的，不是更引人关注吗？来，我知道你不能吃辣的，我特意点的鸳鸯。你看看你还想吃什么？再点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请客。就我们俩？那陈六三搞着呢。我叫他了。 他说他们数学组开会，来不及赶过来。哎，你确定吗？对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帮你下。我的毛肚。我的毛肚是要配辣的。这也挺好。 谢谢谢谢，哎，麻麻脆脆，鹅脆肠。服务员你好，加一个毛肚，一份鹅脆肠，谢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又忘了，下次一定准。还行，有下次，你干嘛？ 这什么东西啊？华人，我刚刚外面看到一小孩卖花，我想让他早点回去，我就买。好人好事嘛，送给你。这么巧？拿着呀。我觉得吧，我最近就应该多找一找那种深夜无人小餐馆，方便咱们下次约。还想有下次？这么繁重？怎么样，好吃吧？ 挺好吃的，嗯，拿呢，鹅肠，就不要串过了吧，这样会影响口味的。你不是要吃辣的吗？来吃。